什么？啊？能做什么？避孕啊！真的太小看 Ben 哥了。阿 Ben 徐小可疫情忙着避孕，看过厌菌风波，别碰政治。那对于这个厌菌，很多孩子都走了这个事件风波，怎么看？因为我们住很近，所以当然有给他加油打气，希望他的心情不要影响到。那时候你们大概花了多久时间来振作？你说清醒的时候。阿 Ben 徐小可夫妻档一号出席活动，谈到好友郭彦均近期被出征，别忘了徐小可的漂亮本人当初也被喷得惨兮兮，身为过来人怎么说呢？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，就只是在讲说跟病毒共存，跟配套措施要做好这件事情。后来就一票人就一直在讲说什么我们在讨着要打疫苗啊，巴拉巴拉巴拉，我们真的是没有在诉求这一点。但是很妙哎，就是Ben有说，当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彦均有他第一时间有传讯息过来给我们，然后跟我们安慰我们这样。那后来我在他的事情出来之后，我再点开讯息看。就是他安慰我那段话，我在 copy and paste。他怎么变那么懒惰啊？可是会不会觉得这样子言论自由有被钳制的感觉？应该讲说有学到该怎么好好的表达，如果要有智慧的说出来自己的想法。再来就是政治东西真的不要碰，因为我不懂，那我就是门外汉。你就不要今天不要讲政治了。好讲，对，不就是不要，所以我就要重整。在锅啊，每天都在煮菜啊，全身哥都上来看，你都快会煮了吗？啊，避孕啊，避孕不就绑起来就好了？啊，我怕，就要买一些会制造地球环保问题的东西来。也没有啊，就尽量就是对，没有，嗯，也没有啊，对，没有，这样就是还是会容易走，我就顺其自然。夫妻，怎么会没有？你真的太小看 Ben 哥了。你们三个都网课吗？老三升一年级，所以没有所谓的网课。可能他就是要想一些节目让老三来做了。之前有去学过一阵子魔术。对，没有，我想说那道具很贵，我们用水啊，然后蜡烛就可以了。对。什么浪浪？我看你完全是不懂，不是用在我身上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哎呦！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，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阿哥最怕